個年紀between 九至十歲咧，都係應該注重多啲 basic training turn out 啊 ，straight legs 啊。我覺得呢個 course 都係好有個好處咧，好多叻個學生咧，各方面已經做得好噶啦 ，alignment placement 已經做得好。咁啲做得唔夠學生咧，我都可以睇到有個榜樣去學習，係一件非常好嘅事。我認為咧，如果喺芭蕾舞同學的身體裏面認識多些現代舞的話，對於他們來說可以發掘更多身體的可能性。他們其實 pick up 的動作都很快的，可能在他們去學動作之後，他們可以想多些可能是呼吸、質地、輕重、空間上呈現的不同的角度，這些會令到他們認識現代舞的可能性會大一點。